我先教你怎么煎牛排。我先教你怎么煎牛排，等一下教你做铁板烧。对，那你这一块回去要卤都可以。是，来看一下，虽然完售，我们先给你搞清楚。底下还有五谷牛可以买。哇，直接倒掉。啊，那肉汤的豆豆掉了。牛肉一定要先退冰哦。放香椒牛肉啦。对啊。坐来靠讲哦，等讲都要起来。到位啊，卖中。讲都要起来。卖中风啊。到时要赔较多。放香椒牛肉来。我的人敢有咧讲假的啦？讲都讲哦，等。来看一下，哦，牛肉一定要解冻，对，牛肉一定要解冻，没有解冻你抓不到熟度，哦，过来嘞，哦，煎牛排一定要大火，大火，你小火了，你抓不，哦，你小火，你嘛赶快两个就熟多，小火变成了顶炉嘛，小火变成炖牛肉，切记要大火，一定要大，来再来板腱，我们放玫瑰盐。哎、欸，完售真的完售，不用再加了。真的啦，完售我有钱。我这什么便宜啦？五千跟你说那么久了，哎、欸，七千多人在抢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一块肉我卖过，他们知道我很疯狂。对呀、啊。我给他们免子弹了。哎呀，干爹赚到了，加40。来看一下，来玫瑰也下去。是的。板腱被肉是下面被捞牛腱。对啊。等一下价钱开出来才会入购物车哦，稍等。七八八还不卖啊？玫瑰盐下去，然后煎牛排一定要大火。大火。那你要买的人，等一下都可以加购煎烤盘。是。煎牛排神器，哦，你要买过的煎烤盘呐，超级好用，好用到觉得相见恨晚，帮我打相见恨晚。相见恨晚刷起来。还能够让100分的牛肉变120分。真的。来，我煎给你看，哦，能够把肉汁完全锁在里面。没错。来，包皮凉的起来，哦。都有点晕，大姨赶快，血糖太低了。哇，今天5000条太快了啦。哎、欸，那我跟你讲，你没有打0788，那个零少打，永远就交不到东西哦。沙地真乌白，两片呢，做铁板烧给你看。是的。来看一下。哦，来啊，锅子一定要热哦。你牛排下去要什么？要起解。是的。起解，那些熟成的牛肉会产生什么梅纳反应？没那反应，你上面有河变，对，哦，它非常的香，干妈干妈，很赞啊，怎么会馋？来，温度够高哦，哎、欸，要够高吗？哈、哦，热锅，大火，来下去给起一点，哎、欸，好嘞，好嘞，对啦，大火，汤的，你看看肉收了水无？水啦，真香，肉收了水无？水，油盖都烧掉了，哦，大火不要只翻面。哦，不要只翻面。哎、欸，喂狗真的很赞哎。对呀、啊。你叫他们在起告。真的啊。告我没我笑哎。哎、欸，比狗罐头还要便宜哎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都会闻到奶香味哦。是啊，很香。你虽然不知道怎么去偷到185的熟成技术，南标都有奶香味哦。等一下。你回去煎啦、啊。有闻到奶香味的帮我加油啦。预热就有香气喽。预热有闻到奶香味的，帮我打油，或者是熟成的技术。来看一下，那我们不用只翻面。哦，看一下为什么线上朋友会买香，会讲相见恨晚。哦，就是你买过了，我怎么这么晚买这一支煎烤盘？对啊。中秋节还可以探火直上。可以。我们这是一个烤炉。对。用316、116级食品级不锈钢做到7层，淘金不沾。这个牛排中间在煎呐、啊，360度在烤。是的。哦，它会把肉汁全部锁在里面。是的。哦，预热就有奶香味啊！啊，我讲，你不要只翻面，恰恰就扁平。哎、欸，哦，恰恰就扁平，来看一下，这叫什么？梅纳反应。超级香。这个叫梅纳反应。是的。报复性购买，因为我休14天。哦，放香秀牛郎14天。对哦，来看一下。哦，你从这个筋切开，口感跟菲力一样软嫩。欸又非常好洗，来大火哦，哦大火，大火。等一下，你看肉汁有多少了？哦，人家卖牛肉是牛肉干，我们卖牛肉是什么？牛肉汤。牛肉汤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新鲜再来的，我们煎烤盘能够让100分的牛肉变120分。是的。哦，来看一下，阿外讲两边恰恰绝对7分熟的，是的，内底袂熟，你放心。对。哦，你就大火就好啊。啊，门边来边去，不要边来边去啊！哦，来看一下，水无？水啦！
对，完售了。等一下价钱开出来才会入购车，等一下还有五谷牛。等一下礼拜二、三、四。最后一批的 IPP 白香哦，最后一批的。来了哈，两边价钱。哎。七分熟。七分熟。来，两边价钱，七分熟。来看下。哦，他带你来看肉汤偌济就好啊。对。来，过来另外点我的煎烤盘，你看一下。哎。帮我拿走。等一下煎烤盘。这你拿。煎烤盘让你加购。我看肉汤偌济，烧个炒花搭一只干烧。是。哦，挂起来准备。哦，较早就倒火啊。哎，那个炒花搭哦。煎肉神器哦。哎。来。看一下。来看下，还有炒搭无？哇。妈妈，你要相信无？一秒就碎掉，来看下，黑的黑的，天水头落去啊！你看那个烟，哦，一秒就碎起来啊！一秒就洗起来哦。哦，来看一下，很好洗啊，热锅冷水直下咯。这我们煎烤的是我们公司的锅子卖最好的，卖最好的。哦，不要怀疑，如果你还在观望的啦，我们的锅子领先十年技术了。哦，你还去看呢？我们要投资1000多万，自己是开发什么秘密？价钱开出来就不用再加了，因为你有加到就有。我们洗碗巾哦，超会打，你有看到无？哦，我妈妈讲这一点去了了，来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吐就好啊。清水加洗碗巾，清水加。我用一根针头来吐哦。哎，安尼就起来啊。非常好。来看到无？看到无？完全无毒。有没有？进到底哦。先把它吐起来。对。烧烤油炸容易致癌，完全无毒。是。来，再来看咱的吧。为什么大家那么抢购？看一下。哦，等一下这两块，我教你做铁板烧。对，用炒的。我教你做铁板烧啦，煮起来跟你去铁板烧吃一模一样的包打，一模一样的。一模一样刷起来。哦，一模一样刷起来。一模一样。今嘛这一袋偌济？30几块，哇！两袋偌济？唔免备战，不用八十。这两袋炒出来的铁板烧加1000块，哦，要1000块。1000块。来看一下，哦，来看一下，不要怀疑。那个李玉仪，你爸用打电话的哦。哦，相信你把心就好了。哇，牛肉汤哎！汤汁。汤汁。哎，你看那个盘子。下雨了。盘子的汤汁。雪花。OK， 稍微都无加到啦。哦，来看一下。下大雨了。这叫什么？新鲜。你有看我家一直造出来不？有。啊，那一袋530几块。哎呀。正美国收成呢。是的。看啊。有没有？太夸张了，下大雨了。全部都是肉汁。来看一下，那我跟你讲。你回去怎么切怎么好吃。对。啊，如果你不吃筋的，我这筋就好薄的，不吃筋的来切。对。比较切落，口感跟贝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啊。哎呦，它没有油盖，全消筋。消筋。来看这，两边恰恰，我的火那么大，够够香的。没啊。来水哦，七分熟。七分熟。来电话，阿内要真的，阿内要的，来偷会出来呐，偷会来啊。几天没吃饭啦！一条2公斤，5000条。来看一下，这几条嫩筋有没有？如果你从软筋这切下去，它的口感跟菲力一样嫩。商城没有板筋肉片，可以用打电话的吗？来看一下，好。好。有150 choice 蓝标的，也有板筋肉片的。哦，来看一下。也有皮亚的肉片来看下，我的温度那么高，我的温度那么高。盘子的汤汁啊。哦。哦。都好吃。嗯。这个不是肉片，那是牛排耶。那你等一下也可以加购这一组阿克斯刀具组。对。米其林厨师专用的。嗯。来看一下。等一下，价钱开出来才会入购车。还没完售以前，你有加的就有。那以最终价钱为主哦。价钱帮我改过去啊，777块。0777。
还没完售以前，你有照着我们价钱打的，就会有加到哦。看一下，来看卖啊嘞。你看我食肉安尼啦，两公斤077，蓝标板件嘞，公斤才300几块。行啊，来看一下，问一下汤姐。对。你敢想吗？一公斤的美国牛300多块。加起来哦。对啊。对啊，哇，价钱不用再打了，你刚刚有加到就是这个价钱，不用再打了。好好吃哦。这给你，这给你，啊，这给你，这给你。冰鲜粉丝页蓝底白字，点进去点海鲜牛肉购物车，去那里看你的购物车，如果有加到就是这个价钱，没加到就是没有。没有买到，请买五谷牛小排。来，我教你做铁板烧。要教你用炒的哦。来，有人打一模一样吗？有。有啦哦。哦，来看一下。妈妈亮黄，价钱不用再重打哦。你如果做铁板烧了，两公斤呢、啊，大概两三天就吃完了。嗯，啊，你一盖差四五袋，小朋友吃了了。来看一下，你回去，如果你要吃筋，你就切条，哦，你就切安尼。那如果你不要筋，你就从筋给它切下去，跟菲力一样软嫩。嗯，那我们做铁板烧全熟都没有关系，因为等一下我会教你怎么煎，就不会柴。嗯，全熟都没关系。你要放到这里一角一角，不要怀疑哦，这里两片哦，对，不用80。去铁板烧餐厅吃哎，这个板件已经完售，不用再加了。花你1000块，我来切切嘞，切条也可以，切块也可以啊，很简单。嗯。哦，啊，煮法也很简单，来我两个切切嘞，好不好？哦，两个切切嘞。刚刚如果还没有完售以前，你有加就是这个价钱，不用再重打了。来看一下，已经完售了，已经完售了，在锁定了。还有肉很多，来逛街，这样一盘两片而已。嗯，教你做铁板烧。对，来看一下，哦，这是铁板烧餐厅做出来一模一样。对，哦，你还不会的，帮我打还不会啊，哦。如果你还不会的，你没有学过的啦，帮我打还不会。大部分我们大部分的客人都会了，真的。大部分的客人都是老饕了，是。煮起来就是一模一样。跟铁板烧一模一样耶。来，干了叉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一样，这是40公分的煎烤盘。40公分。等一下都可以加价购。是。铁板烧烤盘。嗯。来，先放一点油。好。然后蒜末爆香。不用吧，来蒜末爆香，对啊，蒜末爆香，来洋葱，哦，洋葱，等一下再去看购物车，来洋葱，蒜末洋葱先爆香，哇，好，来了，有了没有？有没有那个铁板烧的筋了？有，铁板烧的蒜末洋葱先炒香，先炒香一下，哦。哦，这是我们新开发的铁板烧。是。哦，铁板烧煎烤盘。没错啊。等一下，你要买牛肉可以加购煎烤盘。铁板烧的师傅拢安尼哦。对啊。人乖啊，乖。来。到底在干嘛？伊咧用的时候，我拢甲倒去黏落。来，万步朝风。好烦啊！来，乾坤大挪移。三回。有无无无，用安尼。很烦。来炒一下，爆香。爆香。哦，超级好吃。对，下一标。开卖，你再去看你的购物车有没有加到，好不好？哦，爆香，先爆香。今天洋葱好多、哦。哎呦，铁板烧的加怎样？小帮手赞助的啦。铁板烧是就是。来看一下，来牛肉下去了哦。等一下再去看购物车哦。两片。哦。两片而已。那牛肉你不用担心全熟会怎么办，都没完了。对，我要掉了。这是几颗啊、哦？三颗吧，小颗的、哦、三颗。来下杠，来我给大家。架上铁板烧餐厅的师傅就是安尼，怎啊下面闪啦，袂怕恁啦？来看一下，一个洋葱乌袂喷啦。来看一下，哦，铁板烧的师傅就是安尼，你在家里就是铁板烧大厨。对。铁板烧的师傅是哪乖啊？喂。哎，哎，我打我刚刚怎么？我刚刚谁杀老婆？哎，不，谁先安尼？有这么花式，老爹就喜欢外貌的啦。哦，有这么花式，有这么花式啊！有，好烦啊！
杀老婆。来，妈妈，妈妈来，秘密来啊、哦！秘密啊、哦！铁板烧的秘密。嗯。这个秘密本来是我安生直播做袂起来，哎、欸，买开铁板烧的。是的。店面装潢拢好啊。哦，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没错。名好好啊，火焰山铁板烧。是。店面千万装潢拢好啊。恁要直播更能做起来呀啦。啊，你看有头疼无啦？所以即摆店面好，关起来起棒尔。为师把这铁板烧功夫教你啊，教人讲伊袂晓，有人讲伊袂晓无？有啦吼。有没有不会？啊，你学起来了无？看店面要趴做无？哦，只好你趴做就好啦。来。顶浪顶浪。秘密啊！我甲恁讲，你袂当人讲哦。袂当讲啊。毕竟是你，你有开钱买肉，你学着的。你今日开777块，你买这個秘籍都够啦。是啊。尤其是你妈妈，我大概甲你讲，你拢讲好，我袂甲你讲。即摆学完了，电话随个，哎呀，笑啊！我甲你讲，铁板烧，那铁板烧哪炒？我甲你讲哦。姐姐叫你哦。哎、欸，伊就先开始讲啊，讲到尾啊，明仔全台湾先拢知影。仪式感。好烦哦。李锦记蒸鱼酱油，全脸拢有咧卖。你有发现啥？全脸即摆咧欠话，拢我下个。你我唔知铁板烧的师傅，伊的豆油掺柳丁掺掺柳丁掺百香果，我拢唔知。伊的伊是甜豆油，这支就对啊。李锦记蒸鱼酱油，来。对，0777不用再加了，已经完售了。完售了。哦，一模一样，老朋友味道一模一样，该讲话啦。没啦，一模一样刷起。他会觉得不可思议。对呀、啊，真的。来，李锦记蒸鱼酱油，再来，妈妈，你想要怎啊你？阿妹咧？阿妹啊。都几啊百种爱掺的啦。加一点点水。水啊。为什么我们要加水？这是有美感的。因为你加水，哦，它酱油稀释，它等你酱油稀释，它也猪血收汁有没有？它的味道跑进去肉里面。再来咧，你加水，你的板腱煮到全熟都不会柴。不会柴。你有掺水的美茶、啊，来看一下。刚才等一下再去看哦。来加水炒一下。雀姐说她会，她不会讲，她会跑马灯，第四台跑马灯。来，我掺水给插起。啊，你想讲安尼就煞呢？安尼是固定啊，要出去开店安尼啦，够这简单。好。够这简单，够这简单。哦，你先学会晓，幼稚才搁讲啦。这无锁啦哦，这无锁啊，这纯粹是我咧下哦。哦，来，看下。来。呵呵。几个标尔紧的啦。无趁钱，搁你按哪久？后壁搁百几标的，妈妈来。爸还拿不出来。爸袂出来干，搞个卡车卖钱啊落去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加钱要搁你阿皮啦，煞贵。很烦啊。来。黑胡椒粒，倒一排拢袂要紧，倒一排拢袂要紧。黑胡椒粒处理的哦、喔，对，粗粒啊黑胡椒粒。处理黑胡椒粒哦、喔，不管牌子，不管牌子哦、喔。散落，它散落就对啊。我确定它磨砂哦。它散落就对啊。啊，我讲，妈妈就是安尼尔。雪地餐有简单无？有啊、哦。简不简单？简单。这两个加出来，就是铁板烧的气味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神奇。对，一模一样，猫打一模一样。真的，一模一样，猫打一模一样啊！你看啊，这样子，哇，香哦。自己研究出来。为着要挖落来，你就学了。我真正本来要做铁板烧了。哦，来啊，那个叉子，足香的。很香，真的很香。香的，非常下饭。对。非常下饭的。哎，记得要加一点水哦。哎，莎莎，又感觉闻闻有味道吗？啊，没有味道，我刚才洗澡而已。刚才有刷骨沟，它、塞得太深了，就胖了呀。哦，来亮华，哎、你有这个铁板烧煎烤盘，架势都出来了。好香啊！哎、要辣吗？要辣吗？小辣，小辣，小辣。啊，哦，煮到入味，收汁就好了。收汁就好。来葱花。不用去全联，等一下那个会卖哦，来煮会卖哦。你等一下也可以跟我买。你有你宅配的，顺便寄。
对，没有办法帮你省很多，大概35块。省35块啊！来，花姐，那有买，等一下都可以加购精好吧？对，34跟40都可以。来，那我们让它收汁，收汁味道就吃进去了。对，蜜就加了呀，非常下饭的、啊。很好吃啊！哦，啊你卖花鱼哦，卡大你啊看那两袋啊偌济钱？你看完你就想要开铁板烧。我刚刚是两片的板腱而已啊。来好了，搞得好像炒面。来看一下，我这八旬仔，八旬仔不了，洋葱，你喜欢洋葱？来，安尼合理啦吼，合理合理。这盘偌济？200哦。200哦。来，我先肉，肉拢炒7-8块啦。对。来肉来，安尼偌济？200。200哦。500了。卖花鱼，想要开无？两片板腱下去炒的哦。我咧讲，我之前一个客人呐，他是那个高科技公司的高级主管，嗯，年薪好像蛮高的啦，嗯，他看一次以后不用加盐哦，不用哦，他看完以后，他科技公司高级主管的那个当场辞职去卖铁板烧，够呀，很烦哎，他说更好赚，更好赚，来看一下，有铁子龙虾可以卖吗？哦，有。来看一下，今天可能没白掉，350了，今天也没白掉哦。来看一下，1000的，1000，一盘1000的，有影无？是两片板腱炒出来的，每一盘肉拢满满啦。哎呀，卖讲四盘哦。哎呀，第5盘1250的，安尼有影无？满满啊？有没有？你去铁板烧是不是也是这样哦？哎，安尼有影无？哎，不要说洋葱多到看到肉啊！你没看到肉？来，铁板烧店真的。你把酒杯要紧的哦。安尼有影无？哎，有啊。有影，你要来有影。看你话。有影，你后边对我讲，大声的王爷讲，细声的王爷听啊，听啊，听啊。来，再一次。大声的王爷讲，细声的王爷听啊，来有影无？大声的王爷，我你先讲有影。有影，大声的王爷讲，细声的王爷听。拜。王爷听，王爷听啥啦？下回啊，我不会念台语啦。下面有说王爷听啦。王爷听。哦。王爷听。来看一下。哦，来筷子给我。每一块拢全肉啦。每一盘把你当作洋葱哦，卖花鱼。看到肉啦！相信你的眼睛。来，相信你的目睭。7-8块哦，相信你的目睭。哪里？哦，相信你的目睭。哎呀。哦，叫红边。两片的板腱炒出来哎。来叫红边。哦，啊无卖讲5盘，甲炒做4盘嘛，清啦。啊无卖讲4盘，炒做3盘嘛，75啦。对啊。无卖讲3盘，炒做2盘嘛，500啦。你开多少？70几块？70几块才换你2块板腱哦，你卖20几块这样会煎了吗？会炒了吗？会了，帮我打会就好了。会打会有学到的，有学到。来，这一组让你加购，来准备卖5股牛小排了。那要加购煎烤盘、铁板烧烤盘的都等一下。是的。有买的都可以享有加价购。是的。哦。来这一组来。好、哦，这个就是这一组啊。